大家好，我是沈佩君，从事插画教育大概七年，大家可以叫我维他命，因为我觉得插画画呢，就像维他命一样，可以为自己带来养分。目前在国立空中大学、社区大学、国中小社团都有开设插画课程，作品曾经在台湾文博会、台湾当代艺年展、台湾艺术家博览会、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、故宫南院院景馆、桃园科技艺术节以及新竹市美术馆等大型展览展出。我喜欢富有想象力的画面和文字同时创作，也喜欢用油性粉彩涂涂抹抹后产生的温暖的质感，更乐于透过课程将这样子美好的经验分享给喜欢画画的朋友。常常会听到朋友说很喜欢油性粉彩的质感，但是觉得好像很难上手，也曾经在作品展出过后收到讯息说，老师，我很想去上你的课，可是我的时间还有地点都配合不上。于是当我收到欧米亚的邀约，就决定以系统化的方式开设线上课程，来分享我用油性粉彩画画的美好体验。整个课程规划呢，我们会从介绍材料开始，然后呢带大家一起做色彩概念的建立，作品的配色，接着呢，我会以小灰猫的旅行来做创作。小灰猫从发现了五彩缤纷的马卡龙开始，被马卡龙的香味所吸引，再到鲜甜的草莓派里找到了一条香味满意的路，在咖啡厅里悠闲地喝起了咖啡，接着还在甜点店里玩起了躲猫猫，在海洋和鲸鱼一起向月亮许愿，最后还认识了新朋友。在这些作品里呢，我们可以学习用最基础的涂涂抹抹的技法，还有到应用的技法，然后搭配老师所提供的线稿以及每一张作品的色卡，让你可以更完整的体验整个油性粉彩画画的乐趣哦。我是维他命，让我们一起在欧米亚跟着小灰猫一起踏上画画的旅程。